喂，你好，我是金公公。哦，这个房子很大，上学路上的一个二楼的房子，这个房子很大，这空调、床、书桌、衣柜，房子很大，哇，真的很大呢。看一下，然后这冰箱、煤气灶，哇，这个需要看一下，挺好呢。叫我们大门进来帮人用密码锁。哦，这有走廊也是有的。这还有马桶、洗脸台、窗口通风也好。这个东西为什么这个很独特的？有的阳台，这么大的阳台都是你的了。那么这个东西怎么开门这样出去的？天哪，很独特的房子吧？很独特的房子，很大很大，阳台超级阳大的阳台也是你的了。这上面看一下，下面看一下，哇塞，金公公。